繼續咧，我哋嘅 harmonic minor 噶啦，而家哇，等我停咗個 loop 先，好啦。嗱，咁頭先咧，我通常咧，彈乜嘢都好啦，我都會有一個 groove 嘅，咁我頭先係一個你可以叫 funky 嘅，其實我就係叫 rhythm and blues 啦。咁其實咧，我建議咧就話喺練 harmonic minor 咧。就不需要用到咁複雜的 chord 嘅，我哋用一個好 standard 嘅 minor 251。好啦，咁咧我用緊咩 chord 咧？係一個 D minor 7 flat D half diminished G 7 raise 5 C minor 7。Minor major 7或者好啦，咁其實咧，嗱，你練嗰時咧，我建議咧，應該咧係一個 lighting straight time， 因為頭先即谷個即唔即嗰個咧係 swing 緊嘅分別嚟，個 swing 緊，咁咧我 suggesting 一個 straight time 嘅。盡量咧唔好太密，咁咧你會聽得好清楚自己做嘅嘢。我哋嗱，我錄低呢個 one two three 嗱，好，咁咧我哋翻返嚟上一課 position three of fingering， 你聽。你睇到咧，只要你有 backing 咧，咁你就好易啦。咁你喂，我彈咗 fingering， 其實咧，就算我練埋嗰啲咧三度，喂，好classical 啦，或者好一個好 typical 啲人係估到我哋做乜嘢嗱。咁咧嗱，我今堂咧，我有幾張 note。嚟自 Steve Freeman 嘅一本書嘅，嗱咁我咧或者我要揾翻嗰本書出嚟咧，我就可以俾個封面你睇嘅。咁其實咧應該係可以訂得到個 Amazon 啦，或者喺香港，如我諗你靠啲琴行啊，譬如 Tony 琴行啊、柏斯琴行啊嗰啲咧，都會有機會有呢本書嘅，因為呢本書咧 Hollandet 嘅版權，即係佢個發行嘅。咁就應該係幾易揾嘅啦。我揾到封面我就影出嚟，巴啦，我就印咗個 notes 出嚟噶啦。咁咧嗱，佢咧有兩板子。咁咧其實咧 ，Steve Freeman 當時我睇住佢寫嘅，1982年、83年度啦，我睇住佢寫呢本書嘅。咁咧，我印俾你嗰個仲係手寫稿嚟嘅。你買到嗰個咧係應該咧係有，唔係即係做得好靚嘅啦。咁我俾你嗰個係手寫稿嚟嘅。咁咧，你去吉他 workshop。Facebook 嗰個咧，你可以 download 噶啦。嗱，咁我喺今日或者聽日咧，我會拍曬兩版嘅嘢。嗱，嗱，好慢咁彈一次。第一行啊，嗰種錄線。嗱，呢個係兩個巴嚟嘅啫，第一行嚟嘅。肯喂，發生咩事？嗱 ，one。to treat it at a book it at a book
你睇到咧呢度咧全部咧係 position three 呢個 fingering position three， 但係你聽到嘅咧就係話，原來咧當時嘅功課係做咩咧？我要知道咧，原來呢個 melodic idea 其實咧你要識得用佢咧就係好聽嘅。佢嘅 setup 嚟自 A flat， 當然係 C harmonic minor A flat triad。嗱，個聲咧係 A flat 嘅 major， 去緊一個 G 7都係 major。嗱，呢個線條，佢行去 G 7。嗱，我當時咧有個好得意嘅諗法，就係話，我係咪要每一句嘢都要咁理解咧？佢話咧 ，Steve 同我講，佢話其實咧。在線條上每個人的構思都不同的，但是當你成熟了你絕對不會是閉上眼拿著 scale 是這樣彈的，你會利用裡面的 arpeggios 或者 triad 來做一個 setup， 所以這一句它是用 A flat 去 G， 它很清晰交代的，但是但佢停咗喺 B 音嘅時候咧，哇 ，B diminish， 咁你睇到就話嗱，如果你將一二三四五六 cut 一次過彈曬出嚟啦，嗱嗰個 setup 好機械化嘅，佢 bridges 咧第二行就已經係咁噶啦，咁所以咧佢建議咧兩種你都要學嘅，咁學咗咧消化咗咧，你可以改噶啦。嗱，佢話佢好死板地規定曬啲 fingering， 等你練得好啲。Three and four and 啊，咦？我彈多咗啲嘢咯喎，我彈咗係第二行啦，就係佢講。喂，發生咩事？嗱，我當時咧個功課咧，就因為我每個禮拜六咧都要見阿 Steve 嘅，咁啊 Steve 到而家咧都係我個好朋友咧，我哋 Facebook 咧成日都仲傾偈，佢有問我，咁我當然亦都好多音樂上嘅嘢咧，我會請教佢噶啦。咁咧就係、是、嗱，佢有個 A flat set 去入個 G， 經過 B diminish。咦 ？D minor 7，若佢冇用曬咧，G 完。嗱，我以為佢完啦，喺第二個巴，第一行第二個巴尾，點知咧佢 land 咗佢嘅 C 之後咧，第二行咧 C minor major 7 B D minor 7 flat 5。E flat major 7 two three 啊，对对对，慢嘅。scale 嗱，今次咧喺第四个巴，第二行第二个巴。好啦，佢去咗咧呢个 fingering， 咁即系话咧，我 assume。你在 position 3第五線根音這個很熟，你看我們開始聽第六線根音一個低一點的位置，好了，你看每一個 fingering 不同的時候它有不同的 melodic idea， shift 來去到第三行咧，就去到咧第六線跟我哋咧，咁呢個就係第一版，佢還原咗咧佢 C minor 嘅 fifth。好啦，嗱你聽下喎，
我將所有嘢一次過彈喺我個 251， 嗱慢嘅咯喎，佢個 phrase 咩 melodic idea 嚟。呢啲有啲好技巧嘅 set 啦，其實你搞錯咗一樣嘢。我哋可以用到 harmonic minor， 如果五個位都熟咧，呢啲 melodic idea 啦。當你練到好熟，你理解咗佢咧，你就揾到佢裏邊嘅真題。嗱，我做一樣嘢，我用 C key 啊，你留意。One two， 我有 C major seven。發生咩事 ？C major seven，A flat major seven， 好啦，嗱而家我開始思考，你睇到一樣嘢咧，就係話 C major seven 係 C key 嘅一 chord，A flat major seven 當然係 A flat key 嘅一 chord 啦。咁喺個流行曲嘅世界裏邊咧，咁如果我兩個都係 major scale 咧，我 somehow 咧我好易 keep 一個 motif。可能會咁彈，聽下。好啦，咁你睇到咧，我就開始再考慮下一個 chord。但係咧，我開始識 harmonic minor 咯。如果 C 我保留翻喺 C 調，而 A flat major seven 佢係 C harmonic minor 嘅六 chord 嚟。咦？咁為 C major， 哇，好聽嘅喎！我今日 send 上嚟俾你嘅，可能你話哦冇乜特別啦，咪死練爛練。咁你睇到，當我喺唔同嘅 fingering 咧，我有唔同嘅 idea。當你好熟嘅時候咧，你可以發展到更精彩嘅嘢。例如 diminished seven， 好啦，嗱我由 C 開始咯。今次我轉咗個 chord， 嗱 one two three four C。其實坦白講，我就未遇過咧 C key 咧有個 D 嘅 diminished seven。嗱咁，但係嗱，我哋唔識 diminished scale， 當我哋都唔識任何一個可以用喺 diminished。但係 diminished 咧係 harmonic minor 嘅七 chord， 咁即係話咧佢係第七個 mode， 係一個 diminished mode 嚟。咁如果 D diminished 係七嘅話 ，E flat， 喂。我只要將呢一組 fingering 嘅 phrase 推咗去第六格咧，個 diminished 聲喺度，咪住，係咪嘅先？我哋由 C 開始去 D diminished， 即係由 C major scale 去 E flat harmonic minor。
睇到咧就唔一定會有一個好精彩嘅效果，但係咧我做啱咗先，咁然後咧你個旋律感咧，往往記住啦，點解要咁學嘢咧？嗱，就翻到點解我彈嘢都係唔好聽嘅咧？第一，你個節奏感可能同原本個 backtrack 你個 flow 係唔跟佢，你唔可以違反佢。所以咧，我一聽到個節奏咧，我就開始聽 straight time， 我會好小心，我開始彈嗱 one。我是配合了個節奏先，咁然後咧就用啱嘅嘢去彈。咁呢個舉一個例，喂，嗱，有一樣嘢重要，你發覺個 E flat 嘅段個 harmonic minor over 咧，呢個正 D diminish 咧有啲怪。咁咧個主要嘅原因咧就係話，我喺個 C major seven 度咧個 set up 啦，彈嘢好好聽咧，個節奏之外咧，就係你點樣帶人。去聽你會做嘅嘢，咁但係咧，喂，咁 C 係 C major， 我冇嘢彈，C major seven 咧可以係 A harmonic minor， 但 A 去 E flat 都係太遠，但係 C major seven 會唔會係 harmonic minor 三個或者六個咧？如果 C major seven 不係喎。Harmonic minor 的六 chord 是 major 7，那這個 C major 7會不會是個六 chord 呢？那如果六 chord 就是 E harmonic minor 去 E flat harmonic minor， 好了，跟不跟到？因為 C major 7我再不是看它是 C key， 我也不是這個什麼 Ionian mode， 我回來去了 E harmonic minor 第六 chord mode，是一個 major 7 raise 5 Ionian raise 5的 mode， 然後呢 D diminish 我就彈了第七個 mode of E flat harmonic minor， 好了，我 diminish mode。 Anyway， 這些名字呢你在網上或者書呢我們遲些它會總結的時候你一次過講完這七個 mode harmonic minor， 所以 harmonic minor 會等同 melodic minor 一樣呢，是起碼有十至二十課咁多，所以慢慢嚟啊！而家咧，我哋主要嘅目的就係點樣可以將所有嘢練埋一齊好聽。如果我係 E harmonic， 喂，咁好 connect 到嘅呢樣嘢，我喺 C 度彈一個 E harmonic。第一個八 D 喺 D diminish 喺隔離啫，我哋試下。嗱，靚好多。仲有個問題咧，我當時咧係有啲愕然。點解你會諗緊 E harmonic minor？ 喂？Model 啊嘛，咁既然你個 C major seven 有個咁大嘅空間嘅嚇，我就唔會用一個 C Phrygian 嘅，因為我根本唔想去咗西班牙，我亦都唔會彈一個 C Dorian 嚇，因為其實理論上真係錯噶嘛，我又唔想彈個 C blues， 因為對 blues 嚟嘅。咁但係 C major seven 咧，如果 E harmonic 咧，佢一個好 jazz 嘅 quality， 特別你用一啲啱嘅 phrase。而主要用 E harmonic minor 的原因就是因為下一個 chord 咧係用 E flat harmonic 咁，咁我咪最近距離咧走過去啦。原來咧，除咗你要跟到個 flow 嘅節奏 ，I'm timing swing 到咯，就而家 straight time 啫。我彈嘢要 swing 到要靚咁樣。第二樣嘢咧就係個 setup 或者你個 motif
係一路行緊過去，係相關，特別係頭兩個 chord， 咁聽多次咯喎。本來係 C 嚟嘅。原來很多時候我們會考究是用一個最近距離的 scale 或者 melodic idea， 今天我要叫它，因為原來這個世界就是一個 chord 可以同時間做很多個 scale。 我們回去一個很簡單，我們在看第一版，我只是講到頭一行而已，頭一行而已，但是已經二十幾分鐘了，我扔了上去，還有那個 notes 我會印了上去，麻煩你，你真的要 add 了我是朋友先，在 Facebook add 了我是朋友，那呢你就會入到去吉他 workshop 的，因為呢我如果我不認識你呢，我是不想讓你入到這個吉他 workshop， 即是我不認識你，我沒有理由去，即是因為這個是一個免費，同埋我希望是朋友，同埋即係可以分享到呢樣嘢。而家聽下先，嗱，我得一個 C chord 嘅地㗎。One, two, three。好，嗱 ，One, two, three。一個 chord 可以研究好耐 ，C 嘅 relative minor A minor， 當然 A harmonic minor， 但係 E harmonic minor， 因為 C 我當佢係六 chord， 咁即係話除咗 C major scale， 如果你用得好嘅話，C Lydian mode。Morning minor，E harmonic是啦，怎會不是，其實呢人為什麼可以彈這麼多東西，一路有變化的呢，我可以用一隻很簡單的 Autumn Leaf 告訴你，在頭一個 251 你竟然可以扔成三四個 Harmonic Minor， 甚至是三四個 Jazz Minor 出來。現在我們不是去混亂這件事，記住我們用一個 251 開始練第一版，D minor 7th fret, E flat major, C, G
shift。OK， 再一次第一版。嗱，第二行咧，第一拍咧係 C minor major seven。D minor 7 flat 5 E flat major 7 re 5th 跟住 shift position 嗱，步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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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推到第三行去咗啦 ，position 8第六線跟音 C， 佢呢個 setup 咧，佢好清晰嘅 G major triad。Do we so? Now, you see the 对称 你这样就可以拿最多 melodic idea. Do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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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t up 翻咧，就去第二版咧，就將五個 fingering 一次過吞落去啦。咁咧其實嗱，我要喺下一條片，可能咧我聽日聽朝早起身咧會拍，咁咧就將一二版咧全部，你話嗱我可唔可以唔用一個咁嗱？其實真係唔需要用一個咁死板嘅。如果你中意嘅，你可以 groovy 啲或者 rhythm and blues。或者你中意 swing 都得你啦 ，one two， OK， 或者你中意，喂，我中意 rhythm and blues。16th note, 8th note 你可以 個重點不是你再拍自己幾快彈到這句話個重點是你能不能可以 express 到那個音樂感不是需要你因為其實咧係唔係鬥快嘅？我記得當年嘅 GIT 咧係我個班裏邊全部都係機關槍嚟，仲要咧係唔係三發嘅，係一次過可以射廿幾粒子彈嗰啲咧，咁咧坐我隔離嗰個叫做 Frank Gambale， 你快唔過佢嘅，因為咧佢出貓嘅，佢可以佢做呢啲嘅，你坐佢隔離就喂。你冇騷擾我，俾我靜啲彈啦。因為佢根本佢係快到咧，係因為我哋係 pick 曬嗱，你睇，佢唔使嘅。咁我做唔到佢嗰種，因為佢太犀利呢個真係好勁。咁但係所以咧，音樂咧。不是你可以射幾快你不是你可以掃死的人是你跟自己交代我在一個群一個絲那麼緊我可以但我又可以我更加再好啊我得意所以點解 blues 會咁難就係佢用最少嘅嘢咧，俾到咧係最大感覺嘅。你對我嚟講咧，即係我覺得唔係個個人認同。所以點解我一路都保留一支咧我可以拱線嘅吉他咧，係唔係一個太 bebop 或者 jazz 嘅吉他？因為咧，我中意聽到個粒音。
即係好似我聽鄧麗君唱歌咁樣樣。我中意佢啲震音好靚，啱啱好。咁 blues 咧亦都有呢個空間，所以當你能夠將所有嘢融合喺你新學嘅嘢。咁呢樣嘢我幫唔到你，咁嗱，俾啲心機練。你越熟咧，你越睇得透。記住，第一班字咧，你應該係 analyze 曬每一拍。佢其實咧用咗啲乜嘢？因為每一樣嘢咧，將來可能係你用呢個 scale 嘅時候嘅 set up 嚟。我是熟到呢，但我用的時候我未必是這樣的，我隨時在哪個位置我都可以放到這些出來的。 Anyway， 我希望你可以練到 melodic idea 來自這一個 fingering， 這一個 fingering 去到第六次震音的這一個 fingering。 即是說明天我拍完第二板子的那些 phrasing， 你呢原來呢在兩堂之內咧，係將五組 fingering 嘅 harmonic minor 嘅 melodic idea， 即係呢度嘅 melodic idea， 你已經有曬。即係話每一組 fingering， 你起碼有一句半句嘅 jazz idea， 我哋叫 bebop phrase。好，俾啲心機練，祝你好運，聽日再見，拜拜。我一用力彈就拆了，我已經按到很小了。 Anyway， 再見。